你只要握着我的手就行了。明秀发生交通意外了，小舅子为了保护这个女，所以只有驾驶伤得特别严重。拜托你快点离开我们明秀身边。罗明秀如果没有醒来，帕帕集团的继承人就是哥哥跟罗善英了吗？罗明秀不在的时候，你要替我在哈拉做点事。为什么随便进去代表房间，把重要的会议全部取消掉？你要去找躺在那里半死不活的代表，请他做出决策。拜托你离开我们办公室好吗？可以拿掉呼吸器是吗？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，未来戏剧台，爱情来了。